因为我的比较剪刀比较特别一点，对对，虽然需要用滑鼠，对对。哎，大家好，我今天应该算是第三次来到焦点，对啊，之前都是默默在台下这样子看着大家分享，那今天就是被老板那个胁迫上海，一定要分享我们今天最近在做的事情。那我们公司就是凯诺音乐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刚就。那个季风有提到，我们老板是迫于无奈开了这家公司。对，那我是伟盛。对，那开始之前，我想请问在座的大家哈，那有没有人有喜欢以上或者想要做这一件事情的，可以帮我举个手一下好吗？哎，我的预设应该是会全举了。对，那章鱼哥为什么不举？没有，对啊，你不喜欢看，至少会看嘛，对不对？至少做梦想，在座应该都是有梦想的人，对吧？为什么都不举呢？各位男性朋友呢？哎，再不举，再不举。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那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我也不算公司啊，也那就很小，因为就只有三个人而已。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在。协助大家能够在我们那个场地能够呈现去学习这个部分这样子，对。那假设这些东西啊，如果哎，我想问一下，在座有音乐的吗？有没有？有没有？这音乐，这个乐器是到手。对，这把吉他是谁的？里面是咖啡。哦，不是。好，没关系，待会我再私下跟他聊一下。真的吗？昨天我们在两边跟我讲。啊，真的吗？啊，哦，有吗？我忘了。这是你的问题。没有啊，我讲我有组团啊。啊，抱歉，那个聆听真的很重要。刚刚谁讲？没有听到他讲。对了，我一直分享，就是对那个张明哥就一直聆听，一直吸收。对啊，如果假设有个地方能够发表你的音乐，然后可以去从学习到发表音乐创作，在一个地方。然后也可以去看表演，也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有没有觉得很棒？我们这个做的就是会跟一般现在 Live House 会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对，待会会介绍。好 ，OK，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Care Music， 对 ，Care 应该 OK 啊，看得出来就是 Care 啊 ，Music Base 就是一个音乐激励的部分，那。我们的地方的话就是刚开始先专注音乐这个区块，好，那可以了解我们一些资讯的话，目前在 Facebook 打在乎音乐 Care Music， 我们目前还没有官网啊，所以先在 FB 这样子，大家创业都是这样嘛，没什么预算资金的话，都 Facebook 还蛮好用的，对。好，接下来待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有做哪四大项的一个服务，第一个就是音乐教学的部分。那目前的话，音乐有歌唱类，歌唱类的话，目前我们有一个师大名师这个老师，对。那第一位左上角这个是少浪模拟，少浪是他是阿美族，所以这名字少浪是阿美族的族名这样子，他叫模拟，对，他主要是教团体歌唱的部分，对。那他本身有乐团叫做印象乐团。那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听Facebook 或是 YouTube 搜寻印象，印就是有印象的那个印象，对，大家都知道啊，印象，没印象就是知道还是知道那印象，对不对？对，还不错，他的歌曲蛮有味道的哈、哦。然后在这一位左下角这个金奖大师的话，就是他有参与很多。金曲奖制作得过很多奖的一个大师，那这一门课的话比较专业进阶一点，就是如果针对你想要往那个演艺圈发展，或是进音乐相关的部分的话，那个老师会，你去那这那前提是，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水准，不是说你是基础那。其他的时候是可以去从零开始，这个是你已经有一定的水准，那老师可能觉得你不错，会帮你推荐到业界唱片公司，或是直接帮你
发唱片这样子，这个是比较进阶的部分。那右上角这个美女老师，我们的老师都请美女老师啦，因为这些比较好招生啦，对不对？进攻那个还不错啦，还可以吗？还可以吗？这老师还不错。OK， 那右上角这老师的话，就是他有教过阿力 keyboard， 对，还蛮厉害的。他本身又有乐团，也蛮厉害的。那右下角这一位就是星光梦出来的，星光好像四班，对，也是在他们这两位是教一对一的，只有这老师是教团体班，对，因为女生讲真的，我不是在说女生怎样，真的比较情绪化，对啊，一对一比较不会发太多脾气，如果一对很多人的话，第一个是体力上有问题，对不对？那再来就是。好了，不讲了。私下聊是这样。我们录起来。没关系，这个可以卡掉吗？好了，不扯。那再来就是创作类的部分的话，就是针对数位音乐创作的部分。假设你是音乐的，本身已经有创作了，但是你的觉得创作的部分缺少编曲或是后制的部分，就是可以把它制作出像唱片一样等级的。一个唱片，对，那针对这一本的话，我们一个袁应好老师，他是非常厉害的专业音乐制作人，哦，虽然他的脸长得有点猥亵，这应该不会放 YouTube 了，哦，不会，觉得明天被犯了，不会啊，没关系，那个凯轩他自己也都常吐槽我们自己人呢，啊，好 ，OK， 再来的话，哦，抱歉。可以帮我回到上面，刚点错。哎，好，下一张后面。好，再来就是音乐讲座的部分哦。音乐讲座我们都会办一些音乐相关的讲座，我们自办的1月16号也会办一个 DJ 用双手玩转音乐，然后带你进入跨界合作的世界。那其实呢？不是只有音乐的部分讲座了，假设在座各领域如果想要办自己的讲座，其实我们也可以提供场地给大家办一个讲座的活动这样子。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如果针对 DJ 部分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来跟我们参与这样子。好，再来就是音乐展演的部分。那我们都会办一些音乐相关的一些活动，我们从11月开始进驻到那个场地。那刚开始我们以后办了一个主乐团的活动，主乐团的活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就是乐手或是歌手或是音乐词曲创作人，好，那可是他们很想要主乐团然后表演，我们办了一个交流会，好，那现场有很多歌手，大家看一下状况。好，对，当天蛮好玩的。这交流状况，这个老师拿麦克风，老师就是我们那个团体班 Morning 老师。对，他有乐团嘛，他分享一些乐团的一些过程。因为主乐团其实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其实时间都巧不拢。对，再来就是理念的部分。对啊，所以他分享给大家，大家都。收获蛮多的，对。好，是很年轻的吉他手，大概14岁的香港人，对，是这种交流的状况。好，在这个是我们也是11月30号办的一个不插电的音乐会试营运啊，试营运能够检视一下我们一些设备哈，哦，有没有问题这样子。好，剩下10秒钟，赶快讲。那我们也有办那个针对跨年2015年一个跨年音乐会，我们有办一些乐团甄选。如果在座有乐团朋友或是自己是乐团的人，那也可以上到我们的 FB 去报名这样子。对，然后再就是我们12月的一个原创音乐会的一个资讯，大家看一下，有兴趣可以上去看一下。好，最后就是我们会办一些派对活动。好。我们自己会自办，或是说你们有兴趣，我们也提供场地让大家来办一个 party 的活动。对，好，赶快看一下。最主要今天是推让大家分享这个活动。10月31号，如果不知道要去哪里跨年，2015年我们有办一个音乐的一个跨年晚会，当天会有 DJ 暖场，然后会有音乐，还有美食，
脱口秀会邀请到那个知名的达康，有听过吗？超爆笑的，对啊，超美的。对，然后最特别就是有个 K歌舞台哈、哦，就是如果假设你觉得歌喉不错，我们开放一个时段，可以让我们的舞台让你再可以上去这样子展现你自己的歌喉这样子哈、哦，现场要先报名一下。好，如果要报名，跟我讲一下。好，最重要，你们看到这里有个焦点，有看到？有看到？感谢那个金峰给我们大力支持合办这个活动。是被逼的。真的。好，十二点之后还有那个章鱼哥，听说是有桌游，提供桌游活动给我们玩，对不对？还需要不要桌游牌啊？啊，是啊。哎，这不是是要挂赞助啊？应该要挂马上挂赞助。好。我这边有乱过。真的吗？我等一下信箱给你，帮我记一下。好 ，OK，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推广四大类的一个服务项目。好，那说到项目啊，我们看介绍一下，快速介绍一下我们的空间。那第一张图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大的场地，大概有50坪。对，那如果没有摆座椅的话，挤一挤大概也可以挤100多人左右。那有座椅的话，也可以办一些研讨会或是讲座之类的，大概塞个50-60人没有问题。然后第二张的话，比较小间的，大概30坪左右。我应该厕所要介绍，把它放大一点，因为其实我们这里最豪华其实就是厕所，因为它的马桶是免治厕所，超赞的，对对对，对啊，如果想要感受被浇花的感觉，对对对，免费非常来赞，对啊，像如果那个哎 ，Ever 讲了，你超过时间，你不要让我回来了哦，对，要介绍一下那个。厕所不错啦，如果没有地方上厕所。okay, okay, 对对对，因为我也是高雄人，刚刚听到你是高雄人，对不 对, 对？那如果也想要没有地方去，可以来我们这里。对对，你可以分享你的咖啡故事的。好，我们有吧台，可以放一些烹饪的活动。然后第四张图呢，就是介绍我们一个特别装置艺术，其实是大楼的管那个水管管线，对，还蛮特别，反正弄一弄还蛮有一个 feel 的感觉，很有文创意息哦，对。好。OK， 以上我介绍到这里，那可以上这个在乎音乐 K Music 帮我们加入一下，对我们未来也可以有很多合作的机会，这样。好，谢谢大家，谢谢。